哇，咁大个士多啤梨鼻，几型都冇用啦！睇下今集教你点样整走啲黑头啦。Priscilla 依然会醒你一啲 tips 噶。自用黑头针，市面上买到嘅黑头针都系分两边嘅，一边系针，另一边咧就系一个小圈。但系好多男士都怕用黑头针噶，经常都出尽力咁去咪个鼻，搞到个鼻都爆晒。其实黑头针好易用噶咋，首先用针尖嘅一边挑开黑头表面嘅皮，然之后咧就用另外一边嘅小圈压出黑头污垢，咁就 OK 噶啦。如果唔想发炎嘅话，可以用茶树油嚟帮下手嘅。想方便啲咧，就要用黑头贴咯。洁面泥面膜，如果想彻底咁清走黑头嘅话，咁就要定期做一啲清洁面膜啦。可以揀一啲成分，譬如系高岭土啦，或者系溶解死皮因子，可以好有效咁帮我哋畅通毛孔，清走死皮，咁我哋就冇咁容易有黑头噶啦。第一步咧，就将洁面泥敷喺面上多油嘅位置，例如额头、鼻位同下巴位置咁，等大概10分钟左右。然后就用清水将洁面泥洗走，记住唔好太大力捽块面，如果唔系好易整伤皮肤噶。如果想个效果更加理想，可以喺敷清洁面膜之前，首先用磨砂去溶解死皮，令到呢个黑头更加容易被溶解嘅。最后当然系要用爽肤水同保湿液啦，皮肤够晒水分，面部出油同黑头都少好多噶啦。